就关注影，韩国的饮食现在有什么感觉？其实一开始觉得，中国的饮食是很博大的，以为韩国可能是因为物质会匮乏，没有关键食材，但实际上。我觉得简单的东西，韩国人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精致。这种肉的话，在国内它的走肉还是让我们知道是河南很油。韩国人会用这个冬瓜皮是吧？然后还有大蒜来进行包，但实际上它这种肉不包的时候，它也是很好吃的。还有泡菜，我们在国内吃了很多泡菜。但是韩国的泡菜是不一样的，国内的泡菜很辣，韩国的泡菜是辣中带甜，所以这个当感觉都是不一样的。7块的眉笔。是老呗。那就是三。7块。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今天下飞机以后，我来到了首尔。首尔是韩国的首都。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从来没有来过韩国的人，我们觉得韩国是不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它的物产也不够丰富。但实际上，我可以看到这边韩国人的精神风貌，还都是刚刚呢，有韩国的商店的老板。送我们一个东西，来来来来，送我们一包海苔。他告诉我们，他的女儿在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读书。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呢，他不停地赠送。然后如果说他的女儿口中得到的中国的印象是不好的，他不会对中国人、对上海人有如此的好客和热情。他之所以会送我们东西，肯定是说明他对中国人是特别的有好感。那么我们到了韩国以后，也是因为物质的这种馈送是个很小的东西，但是人和人之间交流就会产生感情。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多交流，肯定就会有更多的感情产生。那还比起来，你觉得和这里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呢，韩国和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就首尔和上海是有很大的不同，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看到在首尔大街上，垃圾箱其实不多，垃圾箱不多，然后抽烟的烟头不是说没有，但是很少。那么也就是说，政府呢，它也是在禁烟，它通过这种规定限制的抽烟的地方很少的这种方法来禁烟。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的，因为没有地方抽烟，所以人渐渐的就可以禁烟。这是政府呢，在很多的行政的方面。行政的这种手段方面，它带入了很多思考在这里面。城市管理呢也是井然有序。那么和上海不同的相同的地方在于什么？它都是大都市，但是首尔呢，它的这种历史建筑和它的现代化的摩登的这种大厦，它是结合在一起。因为城市它是可以无限的向外扩张的，所以在市中心它没必要以牺牲历史建筑为代价。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五谷一挂，七香一百八米，其他的没有，就七香一百。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上海的夜市。小时候上海的夜市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不是很拥挤，但是呢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后这样的夜市呢，现在随着上海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城市化进程的这种力度越来越高，这样的夜市就越来越少。但是在首尔，
它还是有这样的夜市。所以有时候看到其实夜市文化呢，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管是在首尔还是在台北，它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我觉得夜市文化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首尔当地其实它的物价还是很高的，它基本上是高于上海的物价有3倍左右。但是呢，海鲜在首尔地区，虽然它的价格还是要比上海高，但是却最后我想讲一讲菜，其实韩国人很敢吃。刚刚我们吃的第一道菜是生牛肉，第二道菜是生的章鱼，这种都是生的东西。那我们平时在想，是不是肉里面呢它会有寄生虫？那韩国人他们很放心，因为他们的这个牛肉把关非常严，所以呢，貌似韩国人每一桌前面都有这个生牛肉在吃。대우그구제나나从人员来看，跟中国的风俗也差不多，才是比较离中国人还是比较远的。首尔的商户呢，他的个人素质很高，他可以说做到就是把自己家门口的这些脏的东西全都扫掉，也不会存在一些把脏的东西扫到外面去就让市场人来打扫，他们这些都存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处，我相信就是说，除了商户的自觉以外，我相信当地政府也是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他们的这些行为。如果发现商户是把这些垃圾往外扔，那么可能他会取消这个牌照资格。因为我看到每一户前面呢，它都是有这个标号，说明它是几号铺位，这个也肯定是方便于行政手段的管理和介入。韩国的人他们的就是各方面的素质然后都非常的好，然后包括街面啊，然后小店啊都非常的干净。산곳으로떠날때면항상커피만먹는데나이제는좋았던곳에그리고다시갈때가더두려워취약의결말을떠올려그대손을잡고서걱정마요나쁜습관같은거니까텅빈일기장들이기다림으로변할这里的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怎么样？这里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很多人说，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先进国、发展中国家，就是看它的厕所。你觉得怎么样？它的洗手间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显示牌，然后它会告诉你哪个位置是有空的，哪个位置是你可以就是被人占用的，都非常的清晰。然后你一进去就可以知道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这一块非常的人性化。Plastic 的那个塑料罐，这是玻璃罐。然后这是生活垃圾是吗？塑料。然后这个呢是塑料，也是塑料罐是吗？对，它也是矿泉水。这是矿泉水的罐子。其实垃圾分类呢是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今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中国的城镇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垃圾分类方面一定要向我们的邻居韩国来学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垃圾，它的降解的过程当中，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在垃圾回收的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就会特别的低。然后在降解的过程当中，因为分类了以后，它根据不同的温度来焚烧进行降解，那么空气当中产生的那些废气也会降低。所以说，垃圾分类呢是公民的道德的一个体现，也是经过我们
中国公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